陕西都市报快报报道，最高检公安部24条通知被迫还击不再认定互殴。该通知第9条规定，对于过错的一方先对动手，且手段明显过激，或者一方先动手，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，仍继续侵害、还击一方造成对方伤害的，一般应认定为正当防卫。故意挑拨对方实施不法侵害、借机伤害对方的，一般不认定为正当防卫。相较对过去的规定，只要还手，就会被认定为互殴。将被终结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权力方啊，总是对人权，就是自我保护这个东西，不是很倾向的，不是很积极的，就是你自己都需要公权力保护，你怎么能自己保护你自己啊？所以说，这个公权力对我的这个概念是不太支持的。现在有一点点的进步了。哎呀。